大家好，下面我们来介绍7.1.3长字符串。说一长字符串啊，就是说我们写一篇文章，这写篇文章啊，毕竟会有这个换行啊、回车呀等等哈，就是里面有一些排版的一些内容。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就可以使用长字符串来表示。长字符串呢，要注意啊，它是使用三个单引号或者是三个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串，也叫三重单引号，或者是三重双引号括起来的这个字符串。这种长字符串表示方式呢，当我们给它打印的时候，它还会保留原来的这种排版的格式，包括换行啊、回车呀，这些都会有。你看，这是我们书中的例子哈。你看，我们这有一首啊唐诗，我们在这首诗里面呢，会有这个一些换行啊，会有这个错进啊等等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三重的单引号或者双引号给它括起来。然后呢，三重啊，有时候你看，这样就会保留原来的格式。有同学说，那我不用这种长字符串，我也可以表示换行回车。那你来试试看。我们把它复制一下，你看，如果你就用单引号给它括起来，你看，它没法表示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有回车。你一换行的话呢，这个报错了。我们使用这个普通的这个单引号啊，括起来这个字符串啊，它只能写到一行里面。你只能写到一行，你要回车，你再想输内容，不可以的。但如果我们使用这个长字符串的表示方式，我们就可以哈。你看看，我们输入三个啊，你看看你再回车，你看你再输，你再输入，然后结束啊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课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